多謝曬兩位嘅分享，我哋一齊嚟到舞台側邊，一齊睇睇書文先生嘅點評。跟住我哋講人魚傳說啦。其實咧，每次有呢啲咁得意嘅編曲嘅 melody 咧，佢有升 key 啦，有轉位啦，有一啲拍子上嘅轉啦，好似 musical 咁咧。喺比賽上咧，我都自然會中意俾啲分佢嘅，因為即係夠膽去創新或者去試啲新嘅嘢，係一個值得去讚同埋鼓勵嘅。OK， 但係咧又同頭先一樣咯，就係個 execution 啦，首先你叫人魚傳說啦，咁但係喺只歌度咧，即係可能你借呢個字，呢四個字人魚傳說 inspire 到嘅嘢嚟寫一啲第二啲嘅嘢啦。但係你如果少少冇沙，即係你都要鋪墊噶嘛。即係你譬如你又冇沙又冇水。又冇海盜，又冇水手，咁突然間唱下，哦，你就話俾我聽，人魚傳說就係歌名啦。咁有少少借題發揮咗咯。咁樣咪一個唔好嘅即係寫作咯。即係等於譬如嗱，我玩下咁啊，我唔當人魚傳說，我揀一樣嘢啦。譬如叫做人肉叉燒包，我做一隻歌，係咪？咁咯，我又寫歌啦。譬如裏面咧會有啊，有隻狗仔，有隻河馬，跟住咧有啲人咧就喺度爭住排隊，唔守規矩，跟住咧就翻屋企噴下香水先，跟住我到啊，突然間我同佢講人肉叉燒包，就係咁嘅感覺啦。即係有少少矛嗰啲咯，咁樣會。其實唔係矛啊，其實你用呢個歌名去做呢件事，你要諗你想做一個特別的歌啦，歌音樂上是啦，你想歌詞上是咁，係好似個 puzzle 咁樣嘅。你要高呼嗰、那個你高應付一件難啲嘅事，你就要 go through 嗰個 process， 令到你想做嘅嘢，例如呢個歌名，令到佢由 A 段慢慢去到係成立咯，就唔係頭先我咁樣突然間。又可以嚟过一次得噶，叉啦，狗粮啦，刘经理，跟住咧见到，咦，原来今日礼拜三咯，又叉烧包咁样咯，咁咪矛咯，因为咁唔系帮助观众去明啊嘛，其实即系你要谂个方法，令到嗰个写作 work， 而你令到佢 work 咧，结果 arrive 到人鱼传说咧，咁咪就系佢精彩嘅地方咯，最后啲人中意听。聽的時間或者去再聽，佢值得再聽咧，因為知道個寫作係點咯。即係就算簡單啲講啊，譬如好耐之前 F.I.R. 有歌叫 Lydia 嘅，咁大家都知道呢啲歌名咁樣，就算陶喆都有隻 melody 啦，係咪？仲有啲有啲 Monica 啦，係咪？大家知係點㗎？其實，但係聽乜嘢？聽點樣 arrive 去嗰個人名啊嘛？剛才有一隻不知道是什麼寂寞什麼的嘛，是不是？哦，徐佳瑩有一個叫寂寞沙洲，那你大家知道寂寞和沙洲是什麼，那你看他怎樣寫作，你都知道是愛情，你看他怎樣寫作令到他 arrive 到寂寞沙洲這件事，是這件事令到他精彩咯，而這件事令到他是藝術咯，還有歌啦，有詞啦，還有曲啦，即令到他是有 melody 和曲的這個 pop song 的藝術 work 咯。咁再者啦，你去砌咗啲 puzzle 之後咧，觀眾就係跟住你嘅路徑去聽啲嘢歌咯喎。如果有時咧，你嗰係你有時想留翻啲空間俾觀眾，但係如果你空間太多俾觀眾，佢會放棄咯。就係同佢即係歌嘅即係適量嘅。因為如果是以 pop song 來講 pop 啦，係咪流行曲的角度上嚟講咧，即係嗰個拉扯是要落得很靚咯。即係如果佢兜下圈，發覺都不明嘅，或者揾唔到個真正的答案嘅，咁佢會放棄咯。即係等於一間嘢好好食，你等咗兩個鐘頭位，終於坐低咗啦，結果叫完之後都仲要等兩個鐘，咁你結果會放棄咯，咁你唔會食咯。因為你唔係主嗰個人啊嘛，
咁佢個觀眾係唔會明好多你心裏面明嘅嘢啦，一樣，或者你佢會佢唔會識你個，好似你嘅腦裏面咁兜圈travel 呢啲嘢咯，一樣啦。譬如啲嘅歌咁得意咁 musical 嘅，又轉 key 又咁多位，如果有套 musical 咧，咁突然間一切就成立噶咯。但係因為冇套 musical 嘛，咁你就要用一個冇嘅 musical，冇呢個 musical 嘅狀態度，令到觀眾就咁聽歌名咯。So that 其實你要幫埋佢哋 enjoy 到咯，其實係。一齊聽聽李俊一先生嘅點評。我好記得咧呢首歌咧，我喺比分嘅時候啦，其實係一路改嘅分數。咁點解會一路改嘅分數咧？即係通常都係聽一首歌，咁覺得大概聽咗可能係24个巴，聽完24个巴先又覺得咁樣啦。咁後來 OK 俾40，咁但係然後聽下嘢有啲有趣啲嘅嘢，咁又改幾有趣喎，42，OK，跟住後面有啲有趣嘅，跟住44，跟住又改46。咁我記得我改你呢首歌嘅分數，即係個。即係一開頭你唔係好聽到個詞，就咁就耳聽首歌。我係一路係咁改改改，不斷咁將我自己嗰個分俾個分數係咁改嘅。就因為我覺得你呢首曲，正如你頭先所講，你哋一路傾嘅時候都傾，即係點樣可以令首歌有更加多嘅趣味。咁事實上係做到呢樣嘢。即係成首歌，我好中意佢成首歌一路有多唔同嘅技巧啦，有好多有 modulation，有好多忽然間又改拍子，又用一啲好有趣嘅 chord，個編曲亦都忽然間有一段忽然間用好多 string 啊嗰啲，即係類似好多。我覺得好有趣味嘅嘢，有少少先你講話係有少受啊米津玄師嘅影響啊，其實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有少似我睇動漫《鏈鋸人》啊，或者《進擊巨人》嗰啲，即係嗰啲歌曲，即係都有類似咁嘅趣味。我近年都好中意聽啲歌，所以我覺得我個曲同編曲我自己好中意嘅。咁我講翻歌詞啦，歌詞方面咁啊，龍世傑就係一個當然係一位非常之有經驗，亦都寫咗好多出色作品嘅填詞人啦，呢首歌曲咧，咁我就覺得你係向一個好高難度去挑戰嘅，即係你諗下，即係你一首難曲，你大把嘢好寫啦，你譬如寫下情歌又得，寫啲即係呢首歌啊，譬如話你寫環保題材或者控訴社會呢啲，在你嚟講，我諗係應該遊刃有餘嘅，但偏偏咧你就要揀，我知你想寫咩嘅，即係人魚傳說，你係想講即係關於即係美國嗰啲過分政治正確嘅傾向，然後就要求人魚個扮演者都要係一個即係偏向可能係拉丁樣嘅人咁樣嘅呢啲咁嘅文化啦。OK，咁首先第一樣嘢，呢啲你呢個題材真係有少太深嘅，如果以普羅大眾嘅角度嚟講，你即係有啲人你講出嚟，人哋都唔係好，即係你就算寫文章寫出嚟，都唔係個個都知道呢件事，係嘛？即係有個題材有少少太深。第二咧，執行方面嗰度咧。我覺得整體大部分其實都係寫得好成熟嘅。我覺得係可以有啲位，譬如話你可以嘗試係用一個更加宏觀嘅角度，更加宏觀嘅角度去睇。即係反而我又覺得未必係要講多啲海盜啊、魚嗰啲嘢，反而係直頭你有人明，你真係要講，即係究竟點解會有一種我唔知係好啱定唔啱嗰種總之。喺呢個時代係規定你一定要係啊，一定要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啊嗰啲咁樣嘅呢一種咁樣嘅嘢，即係你，我覺得你可以講多少少呢一樣嘢，我覺得就會更好咯。而家其實件事唔係話唔好，但係唔係一般人會明白，真係嚇。即係如果你以 pop song 嚟講，即係你如果要真係要平衡商業各方面嘅嘢嘅話，呢度可能係一個。幾危險，即係大膽得嚟，但係又會有啲，即係如果可能嚇，即係講話你當你首歌真係，你參加比賽冇問題完全，但係如果係，譬如話係真係你做一首某個歌手嘅一首主打歌嘅話咧，可能我覺得個老細會 ban 我，都唔明你想寫啲乜嘢，你個龍世傑，即係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即係呢樣嘢我諗，可能即係因為有一個相過餘地嘅。唔該曬，Joshua 嘅點評，亦都有請兩位到台下稍作休息。